外形长得神似卡通我们这一家里面的柚子，而有柚子同学封号的桌球国手高成瑞，这次巴黎奥运虽然没有拿牌，但是和桌球教父庄智渊并肩奋战的好表现也是圈粉无数。29号更以柚子代言人的身份登上农业部农粮署粉专。大家好，我是桌球国手高成瑞。就是同学提醒大家，下个月就是中秋节，也别忘了享受秋天限定的文旦柚哦。影片中高成瑞由于开场第一句就为卡词，显得模样可爱逗趣，发文一出已经引来上千人按赞留言。有网友说找对代言人了，也太可爱了。更有网友发誓一定要买爆，全力力挺柚子同学。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，记得下载 TVBS 新闻网 APP。